吃饭今天吃南瓜花，还有笋子，竹笋炒竹莲子。独立包装麻辣梅豆腐，这个独立包装梅豆腐是老坛发酵，到家常温放就可以了，可以直接吃，每一个都是单独包装，这种就是比较方便。今天雪芽吃的这个是香辣的，香辣的辣度是属于微辣，麻辣要辣一点点。下饭吃橘子，吃饭，悠闲香干。